青泡面来。海洋哈，好来，谢谢。我们代表把民进党最强的队伍，我们2020，我们强大的一起。黄市长还有黄楚伟六位候选人，陈敬敏委员在场，各位嘉宾以及我们台南市的乡亲父老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。咱含蔡英文总统前往中选会登记，正式成为正副总统候选人。啊，第一场公开活动就转来咱台南，啊，陪同咱六位候选人共同来登记，展现团结。守护台湾的决心，敬请咱台南的父老乡亲士大会当支持赢得配赢得大选，同时呢，也当全力支持六位候选人，让因高票当选。而且辛苦甲大家拜托，如何赢得胜利呢？咱台南市是棒球城市，大家对棒球大家拢真了解，在打击的时候呢，啊，一定要。强力出击啊！而且不管对方投出什么球路啊，我们都有办法把球打出去。那第二点呢，防守的时候，面对这个对方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防守啊也要做得好啊。不管是假消息啊，或者是抹黑啊，或者是做任何的攻击，那我们一定要做非常好的防守啊，滴水不漏啊。把正确的讯息，把我们的理念啊，还有把我们的目标啊，传达给我们父老乡亲，让我们呢能够得到父老乡亲的支持，不至于因为对手恶意的攻击，然后呢造成我们的失分。那当然更重要的是，每一个区域啊，除了要固守啊自己的选区赢得胜利以外，那也要互相支援啊，展现团结啦。六个选区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选区啊，互相团结作战。